没等你。哎呀，小鸡，小鸡去抓你，小鸡了。鳄鱼来了。哎，鳄鱼来了。你这么开心呢？啊？哎。今晚上去帮你老爸唱歌。我是大姐。帮他一摇摇一下。我的手势就打碟的手势，拿两个盘子来给你打。啊，这个表情好酷！小鸡鸡，你看一下那个没长大的那眼睛的鳄鱼。全不敢玩了，他都不是人。这种是超人儿。这个东西等我们吗？滚！来就来嘛，是吧？拿这么多，哎呀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喝茶。二号男嘉宾。对。哎，钱快不？我从来不是。哎。这么好的男人去哪里找？哎呀，可惜我不是女的，我是女的就嫁给你了。我是女的，不好。哦。没有丰盛，只有更丰盛。进村之后，那就是超级丰盛。没有时间了。外面还有几周，哎，抓紧时间哦！抓紧时间了，今天6点钟了，吃饱才有力气干活吗？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很好，坐板凳啊！今晚上三桌三羊开泰，来，远方的客人多吃一点哈，不要客气哈，啊，多吃点哈，多吃点哈。啊，你的妇女主任可以允许你坐这里。哎，这是妇女主任换人了。我说妇女主任换人了。没有，我们要贵妃，贵妃谁的？哦，这个是贵妃啊，不一样啊，升级了是吧？看不到那个字啊！我看得到，我感觉没标出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唱。把你搜搜搜一下那歌名，歌名歌名吧。我是咖喱咖喱。咖喱咖喱。把你放在心里。哎，我唱这首。在心里永远有个你。这首歌我要送给你。